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春节特别节目《锦绣中国年》。今天是农历甲辰龙年正月初一，王岩、蝴蝶给您拜年了，祝您龙年大吉，万事如意，祝您年年有余，甜甜蜜蜜，祝您招财进宝，开心顺意，祝您心想事成，笑口常开，团圆吉祥，蒸蒸日上。嗯，也给蝴蝶拜年哈，祝你新春家平，长乐未央。好，那我就祝你龙年龙马精神，龙神马壮。谢谢。说到拜年啊，大年初一走亲访友，人人都说吉利话。那这个岁首相贺的年俗，据说从秦汉时期就有了。而且啊，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各地拜年的习俗也不尽相同。有些呢是到处都差不多的，比如说啊，大部分地方呢都是在大年初一的这一天啊，大家互相串个门拜个年。嗯，还没有结婚的孩子来拜年呢，家长长辈们要给红包压岁钱，祝福孩子们新的一年平安健康。嗯，比较有特色的我知道啊，南方的很多地方拜年一定要带橘子，取一个大吉大利的意头。那么北方的很多地区，比如说像陕西、山东、山西的好多地方，大家拜年的时候呢互相送面食，过年啊就做得特别的漂亮喜庆。嗯，都是各有特色哈，光从拜年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咱们国家是地大物博。大年初一农历祖国西端帕米尔高原上的红旗拉甫口岸，这里是我国与巴基斯坦唯一的陆路进出境通道，也是通往南亚次大陆乃至欧洲的重要门户。红旗拉甫国门巍峨壮美，庄严肃穆，在雪域边关巍然矗立。新春佳节来临之际，驻守在红旗拉甫的移民管理警察们建设惠民果蔬种植基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又快又好发展。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位于祖国最北端的漠河市北极镇北极村。新春佳节，北极村家家户户喜气洋洋，
虽然现在呢，北极村的最低气温仍在零下30多度，但是丝毫没有抵挡住人们来到这里游玩的热情。大批南方游客专程到这里感受最北方的浓浓年味儿，打卡最北邮局、最北哨所。近年来，当地在冰雪资源上下大功夫，发展特色旅游，小乡村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村民的收入也越来越高。正月里来是新春，在四川绵阳北川县啊，每年正月初一都有舞龙与巡游的传统。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蒋林去现场看一看。蒋林你好。过年好。王岩虎你好。好的，王岩蝴蝶，欢迎大家来到四川省绵阳市的北川县。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啊，是当地的叫做禹王广场。今天啊，在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因为在北川县呢，会有这样一个习俗，在每年的正月初一，从各个乡镇甚至是从各个村组聚集到这里的近100条的舞龙的这个队伍，将会齐聚一堂，大家用这种舞龙的方式来迎接正月初一。迎接新的一年，那此时此刻在这个禹王广场上就已经聚集了将近100条龙。其实今天现场的这种年俗的庆祝活动，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把时间稍微的往前调一点，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来到现场的这100条龙，在来到县城之后的第一个集合地点，是距离我们这个地方大概在1公里之外的禹王桥。那么龙聚集在这儿之后呢，将会举行一个非常具有羌族特色的点红的仪式。点红就仿佛是为这些已经沉睡了一年的龙再次注入了活力，而且呢，每年还会在各条舞龙队当中挑选出一个领头龙，在这个领头龙的带领之下，开始今年这一年正月初一的大巡游的活动。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北川的巡游的过程当中，除了点红之外呢，其实红还会出现很多次，比如说龙将会在领头龙的带领之下穿过一座挂满了羌红的这样的一座大门，也叫做游龙门。其实呢，这也象征着龙要为现场的每一位朋友送去新春的祝福。红色在羌族传统文化当中象征着健康吉祥，所以穿过这扇大门也是要把这份福气送给今天来到现场的每一位当地的老百姓，当然也是通过我们的直播把这份喜庆送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在穿过游龙门之后呢，龙将会一路向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点前进，穿过当地著名的商业街巴纳恰。其实啊，在龙舞动的时候，我真的能够感觉到它是虎虎生风的，而无论是它身上的龙鳞甚至是龙尾轻轻地扫过你的身旁，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在播撒着福气。而在我们现在这个广场上的100条龙一起舞动的时候，你真的就能够感觉到它们所给你带来的这种震撼力。如果我们往舞台的方向去看，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看清楚啊，在舞台上还有2只小龙，这是当地的小朋友们在舞龙。其实舞龙在当地就是一种习俗，大人们舞龙也会把这样的东西带给孩子，让孩子对于舞龙充满了想象力，充满了好奇心。而这些小龙可能10年以后就会成为一条大龙，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成为自己生命当中的一条龙。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舞龙本身就有一种精气神，而伴随着大年初一的舞龙的开始，其实四川很多的地方马上就要开始春耕备耕了，春天正在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也希望借助我们今天的直播，为电视机前所有的朋友送去新年的祝福，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龙腾虎跃，龙马精神，龙年大吉。好的，时间交还给北京。百龙飞舞，龙舞生风哈，真的是活力满满。非常感谢蒋林。怎么样，我老家过年热闹吧？太热闹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到江苏的苏州去看看。有着900多年历史的水乡周庄古镇啊，春节期间有许多传统民俗活动是独具特色的。水乡过大年有什么特别的体验？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记者李晓。李晓你好，带我们看一看水乡是如何过大年的。
好的，蝴蝶王岩，过年好！我现在呢就是在江苏水乡周庄了。五步一桥，十步一河，是这里最大的特点。其实每年过年呢，这里还是保留着自己非常独特的韵味，有着浓浓的江南的寓意在里边哈。那在大年初一呢，我们看到，其实在周庄还是有很多原住民的，他们都换上了自己非常鲜艳的衣服，载歌载舞开始舞起来了。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呢，也是江南的一个传统的表演，像跳花篮、挡人香、荡湖船等等，都是水乡的特色。他们用这样的形式呢，也是欢迎着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游客。同时呢，在沿街的小巷河对岸，我们看到舞龙舞狮的表演呢，也是非常的热闹。他们也是在向全国的这个游客呢，来表达自己新春的祝愿。那其实有这样的民俗表演之外呢，在每年啊过年的时候，在江南都会有一条江南味儿特别重的水乡市集。我们来看一看水乡市集，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的。你看在这里呢，有很多苏式的点心，还有很多传统的一些龙年的一些元素哈。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是糕点店，它有很多苏式的糕点，也是感觉香糯可口。重点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哈，过年的时候在江南这一带要吃的叫做定胜糕。你看是不是形状有点像这个船舱，它其实有种非常美好的寓意啊，叫做必定胜利。所以呢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在来到这里都要好好的来尝一尝。那在旁边呢还可以看到一些江南特色的，比如说像这个大碗盖的这个阿婆茶，还有呢这个虎头鞋。我们来看一下这虎头鞋是不是也很可爱，上面小老虎的胡须都是栩栩如生的，而且呢它是给小朋友穿的，希望小朋友在新的一年里边虎头虎脑龙虎精神。其实呢现在这个虎头鞋啊已经是被列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了。在这里呢游客有很多的体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啊。其实我们从这个空中俯瞰啊，都知道这个周庄呢也是水系众多，基本上呢主要古镇里边有四条河流，将这个周庄呢是呈现出井字这样的一个分布。同时在古镇内啊还有14座古桥，也是错落有致。所以呢当您行走在这个水乡里边，确实是有一种小桥流水人家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看到现在在河道上其实也是非常的热闹啊，大家也是装扮得非常的好看，有很多呢都是这种民俗特色，他们呢也是向周边的游客来传递出新年的一种喜悦，来向大家来传递出新年的一种寓意表达。我们来知道啊，从这个过年期间呢，今年一共是8天假期，周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预计呢整体的接待游客人数呢会超过20万人次，而且呢是呈现出前稳后高的这么一个趋势。从初一到初三差不多呢是一个平稳的递增，到初四初五预计会达到一个游客的高峰，每天呢来这里的人数会超过3万人次左右。所以我们也是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错峰出行，同时呢为了这个应对高客流啊，这个周庄呢也是加开了一些临时的停车场，来供自驾游的车主来进行停车。那我现在呢就在小桥流水边，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一切顺顺心心。好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蝴蝶王岩。好的，谢谢李晓。你看这个水中游龙啊，一步幻景，在这里过年真的是我的梦里水乡哈。江南过大年别有一番灵动哈。2024年以来，游轮市场是不断的升温，出境旅客人数也是节节攀升。这个春节呢，乘着国产大游轮在海上度过一个中国年，成为不少人的选择。昨天呢，总台记者就登上了国产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我们来看记者从游轮上发回的报道。现在呢，我们是在爱达魔都号的中庭，整个中庭呢是贯穿3、4、5、3层甲板，是所有游客登轮之后的第一站。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甲辰龙年的第一批游客已经开始陆续登船了。我们从上海海关拿到的最新数据也是显示啊，大约会有46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一起共度这个海上中国年。春节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啊，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因此我们看到很多游客都是以家庭为主的，一家三代
外，举家出行共度海上团圆年。而且啊，春节航次的销售啊非常的火爆，一月初就已经被订购一空。这也是爱达摩都号自从元旦商业首航以来搭载乘客数量最多的一个航次。为了迎接龙年的新春，整个游轮都已经换上了新装，红色的灯笼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大厅中间呢还盘踞了一条祥龙，吸引着每一位登船旅客来到这里打卡。除了中庭的工作人员，其实餐饮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开始为海上的年夜饭忙碌起来。我们拿到的菜单显示啊，海上年夜饭可谓是中西结合，比如黄金石锦海鲜浓汤寓意的是金玉满堂，红丝绒蛋糕寓意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当然还少不了合家欢的饺子。全世界的美食都在为我们的中国年来讨一个好彩头。作为一艘大型游轮，大家关心的不仅仅是吃住怎么样，这个春节游轮上还有哪些新体验呢？除夕夜在位于十层甲板的沙滩俱乐部，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可以一起看春晚，一起倒计时，体验海上千人守岁的难忘春节。除此之外呢，充满年俗特色的投壶、剪纸、写春联、绘脸谱，这些传统的新春活动将会贯穿整个航程。当然还有艺术长廊的念念敦煌艺术展，让人们领略中国文化之美。春节期间推出的山海经奇幻之旅啊，可以让孩子们在有趣的互动表演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海上开启奇幻之旅。乘上国产大游轮出海举家旅行已经成为了这个春节的新国潮。龙年新春，爱达摩都号带着浓浓的中国年味出海，游客们在海上度过难忘的春节假期，品尝中西结合的美食，参与传统的年俗活动，感受着中国文化之美。人们不仅能享受海上的豪华与舒适，更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最后在这里呢，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海风吹走所有的烦恼，让欢声和笑语点亮全新的旅程。祝大家在龙年里龙腾四海，大展宏图。龙年春节到来之际，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中国驻非盟使团和中国驻多国使领馆举行新春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友人欢度新春佳节。近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甲辰龙年新春招待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杨新玉在致辞中表示，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广大成员国一道增进理解、深化友谊，打造面向未来的合作桥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博阿玛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愿同中国继往开来，加强合作。I've heard a lot of things. I know it represents strength, power, prosperity. So we take that really as reinfor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SCO and China. So I really want to wish the Chinese and indeed all of us in the world a very joyous new year.中国驻非盟使团与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近日共同举办了欢乐春节活动，联合国机构和外交使团代表约100余名嘉宾参加。中国驻非盟使团团长胡长春表示，愿同非盟和非经委一道，在中非合作论坛和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为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联合国非经委出版、会议和知识管理司司长尼塔向大家送上龙年的新春祝福。In the tradition that the year of the dragon allows us to have a lot of accomplishment and achieve many things. 新年快乐。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事馆、中国常驻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代表处近日共同在位于蒙特利尔市中心的国际民航组织总部举办龙年春节招待会，中外嘉宾300多人共同庆祝中国龙年春节的到来。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和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向中国人民送上春节祝福。Please accept my very best wishes on this important holiday. 春节快乐。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ICAO's gratitude for China for its leadership
and it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wards our efforts to assure the safe, sec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ir transport worldwide. Thank you, and Xun Jai Quan Luo. 中国驻卡尔加里总领馆举办了"温暖迎春，共庆中国年"新春招待会。中国驻卡尔加里总领事赵立莹在致辞中向来宾们致以诚挚的新春祝福，并表示，中国将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机遇。拜年了！中国驻哥斯达黎加使馆近日也举办了2024年温暖迎春春节招待会，中哥各界共400多名嘉宾参加。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汤恒向旅哥同胞和哥各界友人致以新春祝福，并表示，中国愿同包括哥斯达黎加在内的各国一道，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天是龙年，大家拜年啊，少不了说龙年吉祥，龙马精神。我们刚刚连线还看到很多地方啊都有舞龙庆新春的传统。说到这儿呢，咱们国家很多地方的地名啊都和龙有关，比如说黑龙江、福建龙岩、吉林龙井，还有湖南龙山、山东龙口、贵州龙里、江西龙南、福建龙海、广东龙门、广西龙州、浙江龙泉。你都去过吗？都没去过，好想去哦。好想去。哎，还有啊，四川兴隆、陕西黄龙、香港九龙、贵州安龙、云南马龙、云南玉龙、云南云龙。哎，咱这算是地名接龙了吧？对，云南的玉龙我就尤其想去哈，那里的雪山很美啊。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接龙啊，得字头接字尾，比如说像龙凤呈祥、祥云瑞气、气吞山河、河奔海聚啊，聚是吧？聚精会神、神采飞扬、扬帆远航、航程壮丽。好。哎，说了这么多带龙的地名，又接了龙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龙字的演变。好，我们先来看一看甲骨文中的龙字是怎么写的。我们知道甲骨文是象形文字，龙啊是先民想象当中的神物。那甲骨文龙字啊，它头上长角，张着一个大口，它的右边啊是一个蜿蜒的身躯。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呢，龙字的写法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西周时期的金文，也就是青铜器铭文当中，龙知识了。那作为象形文字啊，龙的形象在文字当中的样子和文物当中的样子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最有说服力的呢是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海家村出土的西周青铜爬龙。我们大家看一看哈，这只爬龙的形象和甲骨文当中的这个龙字放在一起比较，除了四肢之外呢，那两者几乎是一模一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文物当中还有哪些龙的形象。
这是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距今4000多年。那时龙的形象还不太稳定，比较多元。从夏代晚期的绿松石龙形器，到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再到西周的西尊青铜酒器，虽然年代不同，但上面龙的形象开始趋同。这件玉龙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别看个头不大，却大有讲究。它的大头卷尾是受距今5000多年前的北方红山文化影响，头上的菱形纹来自同样5000多年前的南方良渚文化，身上的半弧纹饰则与4000多年前的陶寺彩绘龙纹陶盘如出一辙。这件战国时期龙纽铜唇鱼出土于陕西咸阳塔尔坡秦代建筑遗址，通高近70厘米，是国内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秦式龙纽唇鱼。唇鱼顶部装饰龙形纽，形态卷曲呈倒 S 形，四爪两两相并而立，龙首向后，龙口喷张。这个是一个中原风格的龙，它的龙的这个嘴很长，带着一个独角，翼翅呢也很长。这个在巴蜀或者山东地区经常出现的唇鱼，但是当时的唇鱼都是虎纽或者牛兽纽，从来都是边区文化的一些特点，只有这一件是中原文化的。时间来到唐代，这件青釉双龙饼贴花瓷瓶上的两条龙则显得更为华美飘逸。据介绍，这种器型始于北朝时期，到唐代日渐繁盛，与中西文化交流密不可分。这其实是一个中亚地区的鸡首单柄壶的一个造型，在中原地区把壶的大耳变成了双龙，把头深深地插入这个瓶嘴里面，做一个吸水的动作，用的时候它可以抓住两柄往外倒水。这个龙的形象在唐代时候它的吻越来越长，整体呢更加修长，更加优美一些。春节期间大家一定能够感受到更多传统文化的魅力哈。现在呢文化过大年也成为很多人很多地方的一种迎新春的方式。比如说像咱们北京这个地方呢，场店庙会呢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到现在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场店庙会的特色啊就是书香汉墨，非常有文化氛围。我们的记者邵威现在就在庙会的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邵威，过年好。过年好。看这个庙会好热闹哈，来把时间交给你。好的，主持人，过年好。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场店庙会的现场，那它也是于今天上午的9点正式开市了。场店庙会呢是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始于明代的嘉靖年间，经过400多年的这个历史发展啊，已经逐渐成为了北京春节中影响力较大的庙会活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正在进行这个街区沉浸式独幕剧的表演，那演员们身着着具有时代特色的这个服装在上场进行这个大合唱，并且还有这个京剧名家在演唱这个京剧选段。这种欢乐的氛围啊也是调动到了每一位到场观众的情绪，大家呢纷纷拿出这个手机拍照来记录。像是这样的庙会呢，大家也一定发现了，其实不管是演员的这个表演内容，还是手中的这个表演道具，都是紧扣着传统文化。其实在这场庙会当中呢，书画古玩尤其多，在这种文化的熏染下呢，场店庙会也有着文饰之称。什么是文饰啊？大家可以随我看看我手上的这一套四库全书，这也是在刚刚的这个独幕剧演出当中有提到了它的编纂故事。像这上面呢就写了它是2004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也就是它是2004年出版的这个有限的这种装订的影印版本。像这样呢您来到现场可以淘到的这种老书旧书，其实这个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您去到我右手边的这个中国书店去看一看，就能看到在本
本次的这个庙会当中重章启幕的旧书新知书室，在这里呢将会有上万种的古旧图书进行展卖，也满足了这个市民游客在这个春节多元的文化阅读需求。希望能够通过打造这样一座城市书房，也希望通过这种别出心裁的这种方式，来让我们和过去对话，能够再现当时这个图书冲动、宝物填街的盛景。而且现在是这个春节嘛，如果您要来逛庙会呢，那咱们肯定是要往胡同里面走，所以在这里啊，我也帮大家精挑细选了一些年货集中展示在这里，咱们一起置办起来。像是这里的展台呢，就分为了传统和现代两个分区。在这个传统的展台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是一些这个老字号，像是戴月轩的笔呀、易德格的这个墨汁儿啊，以及这个荣宝斋的纸张和这个砚台。再往这边走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具有北京特色的文创产品，比如说像这个暖手炉，您可以像这样捧在手里面，当我们打开它的时候呢，又可以放上香片，它就成为一个香炉。再看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啊，虽然是一个福字形的摆件，但是您随我细看，其实在这个福里面它还藏了这儿有金融街、万宁桥、什刹海、景山公园等等等等的地标性的景观。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这里，这个呢上面就是一个老北京360行，这儿写明了这个农工食商娱乐杂，是介绍了老北京各行各业的具有这种市井烟火气的一个连卷的册页。我们继续向前走呢，就能够看到在这边是北京皮影剧团他们制作的这种雕镂的皮影，今年是龙年嘛，这里也是龙生九子的一个特色皮影。像是老师手中正在把玩的呢，也是一个这个龙形的皮影，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材质啊是牛皮的，所以在这种透光下呢，我们能够看到它呈现出了这种渐变的特色。看到这儿，我们也是在一片的洋洋喜气当中感受到了这些老字号历久弥新的勃勃生机。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次的庙会会从初一一直持续到初五，在这个琉璃厂的东西街同时举办，营业时间呢也是基本是从每天早上的9:00一直到下午的4:00到5:30。那每一个商户的营业时间可能会略有不同，同时呢，本次庙会并不设置小吃摊位，周边的停车位呢较为紧张，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大年初一头一天啊，在这里我也是祝各位新的一年龙行好运，龙马精神，给您拜年了。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嗯，好的，谢谢稍微，也再次给你拜年了。我们现在老说仪式感哈，其实传统文化、传统民俗就给了我们很多过年的这种仪式感。嗯，而这样的仪式感呢，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啊是更加突出的。嗯，其实，在很多农村地区，这种文化保留的特别好。比如说像婺剧，它是浙江的一个地方戏曲的剧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嗯，春节之际呢，当地的锦绣婺剧团一直在为演出忙碌着，我们去那里看一看。过年看大戏是浙江不少农村地区的习俗，也是锦绣婺剧团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候。一场精彩的戏剧演出，除了舞台上演员们的唱念做打，台下的乐手同样至关重要，而司鼓更是重中之重。司鼓呢，它其实就是乐队的指挥，要控制整场戏的节奏，那就是衬托出人物的他的比如说唱腔啊。去年下半年，刘晓林打鼓的视频在网上走红，她也被广大网友称为最美女司鼓。他们会说，哎，刘晓林，你带火了婺剧。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是婺剧成就了我，有婺剧才有我。我的初心就是，我是传承婺剧，就是发扬婺剧。受同为司鼓的父亲的影响，刘晓林13岁进入艺校学习司鼓，18岁正式登台打鼓，一打就是18年。春节前，
剧团演出任务繁忙，一场演出三个多小时，经常一天两场演出，一个村子至少连演三天，结束之后连夜转场奔赴下一个村子。演到精彩的部分啊，掌声都是非常的多的，那听到这个我就觉得我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很远了，40多里，到这里要看戏的，打鼓打得好，我知道的。因为笑脸，我们更加上喜欢上我们金华物剧。金华、丽水、衢州，锦绣物剧团的每一场演出都是观众爆满的状态，一个个村子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变得更有年味儿。过年呀，最难忘的还有那个舌尖上的味道。各种年节美食特色大菜呢，也是春节的一个重要的主角。哎，咱们终于说到吃了哈。我国大江南北的年饭啊，既丰盛又讲究，各地特色菜肴也是大不相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一种混合了十几种食材的客家大菜——广东盆菜。我叫张子年，是全国百祥镇东莞市凤岗镇王洞村村民。哎呦，客家人过年必吃的一道菜就是盆菜，做盆菜第一步就是选材。客家鹿鹅、客家咸鸡、白灼虾是家家必备的传统美食。这些年盆菜里加入了新鲜又有好彩头的食材。嗯，小姐啊，好，很快啊，好好好。客家炸丸子必须事先做，馅料里的肉七分肥三分瘦，切成肉丁。和面时要加老葱头、蚝干，这样炸出来才软糯鲜香。炸叶、腊八叶啊，腌出来，起干了，剥的叶都放落去，那是差不多了。啊，当然好吃了。客家让蚝式的制作也十分费时，先把猪肉和马蹄混合剁碎，摔打10分钟，再用肉馅包裹蚝式，最后用猪网油包住肉团。放在锅里煎煮5分钟后，蒸20分钟就可以了。这道菜虽然麻烦，但是象征发财好事，十分吉利。可以吗？听住佢哋硬要听一听啊！客家盆菜就是一桌丰收宴，吃完上层的肉就吃下层的蔬菜萝卜，既能解腻，还寓意越吃越有，日子越过越有滋味。吃饭咯。新年快乐，干杯！2024年总台龙年春晚，流光溢彩、绚丽夺目的舞台效果，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网友啊留言称赞是审美再现，视觉酷炫。确实，很多人的反馈都很棒。整台晚会的创新呢，是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传播，舞美设计呢兼具观赏性和科技感。无论是创意年俗秀《别开生面》当中呢实时渲染成像的虚实光影联动，还是舞蹈节目《锦鲤》当中的演员们配合着三维数控威亚所呈现的绝美的画面，多种黑科技手段的融入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感受。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揭秘龙年春晚的舞美设计。
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形状的图，其实特别有想象力，因为它是写意和象形结合的。就一个呢，你说它的形状，你可以说它是山，山脉，它也可以是河流，它也可以是书法的笔触。那你从写意上来讲呢，它又可以是纽带。可以比如说物理空间是连接了一号厅和我们的四地风长，甚至于海内外所有的中国华这个华人心中对于春晚的这个一个想念。同时呢，我们可以说它像背脊，每个人中国人的背脊，我们会有灯光效果，会营造出一种奔腾的龙，又像那个龙腾云端的一个概念。但是呢，你又看不到具体的一个龙头，我们希望给大家更多的想象空间。没有，我就说这个造型底下那块灯也剪了一半。其实你是降了，对不对？哎，为了让这条龙形艺术装置实现最佳舞台效果，导演组和技术团队从选材到色彩亮度，甚至吊装的安全高度，都精细到毫米级的细微程度，只为给观众打造沉浸式的观演体验。你看，我下。可以。后来我们就是里头加了上万条的灯带，在里头还可以数控变颜色，它可以随着音乐节点，它可以设计 Q 点在里头。如何让龙形艺术装置灵动起来，和春晚的节目演员相得益彰的形成融合互动，完美实现总台春晚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创新理念，这对于已经12年负责春晚虚拟视效的丰毅团队也是一次极大挑战。想让 AR 和舞美进行这个有机的结合，然后通过 AR 呢，让咱们这个舞美形状吧，让观众能够给它勾勒出来，让这舞美能够呈现出来一个这种龙的姿态，一个龙在这个舞美上面进行腾飞呀，想让这个舞美鲜活起来，两个互相产生一加一等是大于二的这么一个效果。为实现今年春晚近40多个节目对舞美的不同场景快速变换需求，今年春晚演播厅舞台大屏由主屏、移动旋转屏、升降舞台屏共同构成 ，LED 屏幕总面积达2574平米，由总台自研的超高清视频控管间系统集中播控，通过影屏声光协同，将春晚演播大厅打造成变幻无穷、绚丽多彩的舞台。我们希望是在一号厅上有限的空间给它无限化，给予这个舞台更多的这种空间和方向。由张艺谋导演指导创作的创意年俗秀《别开生面》令观众印象深刻，扯面手艺人的现场操作，表演区演员的肢体语言，立面背投屏的影像和超高清实时渲染成像的虚实光影联动系统，共同构成一幅幅兼具中国传统韵味和科技感的年俗画。我们演员群人数才30多人，技术群可能60-70人，因为它涉及的工种确实很复杂。顶机位和摆面台上面的机位其实是一镜到底一次合成的，通过它实时交互，我们觉得这个形式和创意想法是很好的，包括它的呈现方式，可能之前在春晚的舞台上没有出现过。舞蹈节目锦鲤中，三维数控威亚配合演员们呈现的绝美画面，分4个段落展开，每个段落有各自美好的气象和色彩属性，全新的表演方式和观演视角也给观众带来了新鲜的视觉体验。我们这次用的最新的就是三维的一个数控威亚，它可以把音乐输进去，然后它跟着音乐的点到这个点到这个点到几个点，它是很精确的，所以演员你只要拴好这个，你完成你的动作，但继续在那个点位上和下微调，由上面的这个数控位啊，它来完成的。在军事节目《决胜》中，导演组把3分多钟的节目在电脑里进行了编程和仿生运算，创新引入 VP 电影制作模式，通过动态分镜预演、虚实光影联动等全新手段，把每一位演员结合每一个台型的预演，在前期全部都已经设计好。就我们前期花了2-3个月的时间，跟北京理工的这个数字表演与仿真科技团队，然后做了整个台型的这个预演。你会在这个舞台上面会不停地看见各种各样数字矩阵，然后各种各样的地形，
电脑在过程中能给你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创作的。为了满足多样化观看需求，以龙年春晚为契机，今年总台还全面开启央视频看电视业务，全球用户可以更加便捷地收看春晚超高清视频，收看三维精彩声。移动端直播竖屏看春晚，通过 5G 场景下的移动拍摄、AI 实时制作等技术，为用户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伴随式竖屏内容。机位方面呢，我们首次将这个 5GA 技术加 GoPro X 技术引入到我们在一号厅的这个竖屏移动机位的这个部署当中，也首次引入了我们总台 5G 媒体应用实验室近期研究的 5G 加轻量化虚拟制作的技术成果，首次把这个大屏系统的摇臂、滑轨、飞猫等特殊机位应用到了这个竖屏制作当中，进一步丰富我们的竖屏端的这个成像效果。为了保障国家工程建设进度，很多人还在抢工期抓进度。尽管无法和家人们一起过年，但是他们却默默地在为建设美好城市而不断努力。陕西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呢，是目前我国西北地区投资规模和建设体量最大的机场建设项目。春节期间呢，2000多名工程施工人员还在坚守岗位。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施工现场发回的报道。这里啊，就是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的施工现场，而我所站的位置呢，就是整个项目最核心的单元东航站楼。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能够看到，目前整个航站楼的建设呢，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雏形，整个项目的建设进度已经达到了90%。那目前这里最主要进行的工作呢，就是内部的精装修以及机电设备的安装工作。走到这里啊，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它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种施工般的喧嚣，反而呢显得是有些平静。这一方面呢，是因为刚才我提到的目前这里所进行的工作呢，主要是精装修以及一些机电设备的安装。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东航站楼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达到了70万平方米。那这相当于是目前 T1、T2、T3 三座航站楼面积之和的2倍还要多。那工程总指挥部的负责人也告诉我啊，今年春节假期呢，这里大约会有2700名施工以及管理人员留守在各自的岗位上，这也相当于是保留了平日里1/3的工程人员。那他们之所以要在春节期间还要留守在岗位上忙碌，一方面呢，是因为一些在平日里受到这种交叉施工影响的这样一些工作面呢，正好可以利用春节的这样一个窗口期来进行施工。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工作岗位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春节的期间，提前准备好下一阶段施工所需要的建筑材料，从而呢为节后的这种开工做好一个良好的铺垫。那为了给这些不能回家过年的工程人员尽量的营造出一些春节的氛围啊，我也看到在各个施工单位呢，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区域是挂上了灯笼、春联、福字等等。那除了这种气氛类的准备之外啊，施工单位还为大家准备了包括像年货礼盒等等。那在除夕当天啊，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包包饺子，看看总台的春晚，让工友们在岗位上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春节。那按照计划呢，东航站楼预计在2024年的下半年建成投用。那在正式投用之后啊，整个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将会达到8300万人次，而货运吞吐量也将达到100万吨，从而为陕西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提供强大助力。我们要向所有节假日里坚守岗位的劳动者致敬，你们辛苦了。嗯。龙年新春已至，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有着龙马精神、龙腾虎跃的吉祥寓意。这些美好的寓意在这个佳节汇聚成一句句吉言与祝福，在华夏儿女之间深情传递。春节海采，我们去听一听大家的吉言，感受祝福里的家国情。
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我们正在做一个新春的海彩节目，叫借您吉言，然后龙年到了，问问您有什么祝福。那就祝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身体健康，孩子们也开心快乐的成长。嗯，然后我跟我老公，爱情事业都更上一层楼。首先，龙年是我老婆的本命年。哦，是，对。所以希望她本命年能够撞大运，然后希望在龙年大家都能够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祝福小朋友们龙年大吉，好运连连，然后越滑越开心，技术越滑越好。过年的我想爸爸妈妈。对，想对爸爸妈妈说什么？谢谢。如果用一个词儿来表达您的吉言啊，您会用哪句话呢？把这句话送给谁呢？平安是福嘛。为什么是这句话呢？哎呀，这个现在太需要这个事儿了，特别对我们老年人，变老的时候变好嘛，好好的变嘛，送给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人。生活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嘛，那叫。过年的意义实际上是某种那个给人一种仪式感了，现在让每一个人心里头能记住传统，注重这个节日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传承的一个符号。祝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学业有成，红包越收越多。祝屏幕前的大朋友们工作顺利，祝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龙年大吉。我们孩子呢喜欢读书，我希望呢明年他能读到更好的绘本。我有这种考研的想法，所以希望能够考研能够一站上岸。祝大家万事顺遂，龙年行大运。这节目叫借您吉言，想问问您春节你有什么祝福吗？我祝全国人民那个外地游客小土豆们到沈阳热烈欢迎，哎，在新的一年里2024年，都能有的一个好的发展。就是今天吧，特别的那个人多，外地游客来的到沈阳啊，我的销量啊也卖得非常好。我做买卖做20多年了，完今天突然之间就是量增起来了，都外地游客也多了。这种变化给你带来什么感受？特别心中特别高兴了，对不对？每年讲话就挣500，今年就得挣2000多或者3000多。买完家去都送给亲人朋友啥，这个端桌上一吃，哎呀，东北特色，这个。您说什么是幸福？就是拿着钱的时候幸福。每天2点钟起来，去选鲜肉，晚上要忙到4点过，我才能休息。您最远的地方发到过哪里？最远过发到个法院，发到个越南。还有老挝，我们都发过。对我自己最想要的是，好好的休息啊，睡会，好好的睡一觉。希望大家在龙年里边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出自己最想要的自己。过去的这一年算是得偿所愿吧，所以希望未来的一年也可以得偿所愿。我希望通过农村里面的消费振兴产业发展，把我们农村更多更好的农产品带到城市里面。祝愿就是我们是第一次，因为我是香港过来的，然后呢我们是第一次来到东北这边，就看一下祖国的北方的生活状态，然后体验。其实我觉得还蛮意外的，就生活方式包括学场也比较丰富。就祝愿大家龙年龙马精神，把就是祖国比较好的一些还没有被更多人知道的一些城市和旅游，然后更多的介绍出去。我最想祝福的就是我全家，我的子子孙孙，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永远幸福。这个地方过年呢，这是第一次，一定要全家呢，吃的东西要丰盛一些。大家呢都高高兴兴的，主要的主食就是饺子，其他的呢都是，你像鱼吧是必须有的，因为这个年年有鱼嘛，所以鱼是必有的。另外鸡呀、排骨啊，还有其他的就是菜类啥的，一般的都是8个菜。冰箱里头的东西吧，都满满的，没地方搁了，挺幸福。现在呢，咱们国家也多亏习近平，这个主席呀，
这个总书记领导的好，我就特别充实，心里特别有底。过年了，祝爸爸妈妈新年快乐。你想干的就给孩子们做些好吃的。不管天南还是海北，只要他们回来在一起团聚，我们都感觉到幸福。所有全中国的全中国人民新春快乐和龙年吉祥。健康平安，万事顺遂，这也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每一位观众。百节年为首，春是四季头，我们怀着喜悦和希望迎来新春，也恭祝大家鱼跃龙门，好运连连。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锦绣中国年》。